哎呀，感谢感恩，终于轮到我们这里了。因为这一场雪太大了，社区可能工作的工人很少，人手不够，可能今天终于轮到我们了。哎呦，看看雪非常大。好的，给大家分享，铲雪车终于到我们家这里来了。哎呦，好酷哦！多美的天气，冷也值得。蓝天没有白云，今天还是零下的天气。国内的零下，不是这里零下啊。啊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我那剪影为什么字幕出不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所以这个视频我没有字幕，也不需要看字幕了，就是看风景就好了。冰，结冰啦！它单纯下雪就好，它结冰，这里就有这个毛病啊，它会结冰，所以你开车出去很危险。我们在和州下雪是很通常的一件事情，冬天，但是它不结冰，这里它下雪它结冰，所以出门很危险。昨天我第一次开车，路面上有那些雪冰，哎呦，冒了一些冷汗啊，还好来回的车辆不多。啊，如果来回车辆多，大家都甩，因为那个方向盘你控制不了嘛，很容易啊，走不了直线，就容易出事故。昨天还好，安全到家。哎呦，不知道雪什么时候融化哦，看看这些美景哦，多漂亮的美景。大家注意看看没有啊？为什么美国的房子它都是这种款式啊？三角形的，对不对？它就是预防下雪积雪嘛。嗯，这样它雪融化，那雪就容易掉下来，它就不会伤害到那个屋顶。看到没有？都是这样的屋顶。之前我也不理解啊，最后先生说了我才知道，我就以为真是就是一种款式。啊，也是一种款式，也是一种啊，保护你那个房子的一种设计。好的，看看这雪山，小雪山。我们家凉台后面那里啊，也有一个小雪山啦。我叫我先生画个卡通，他还没来得及。好的，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。啊，昨天发的照片大家很喜欢，所以我今天也给大家弄一个视频。啊，哎呦，非常的感谢工人过来铲雪了，我们随时可以下单买食物啦，因为我们有的东西一个超市买不到，到另外一个超市去买，不担心开车出去不方便。哎呦 ，Thank you， 哎呦，最后精彩的片段。两个铲雪机车过来 ，Thank you， 我有三辆。啊，他是这样工作的，同时在一个地方。Thank you， 谢谢。他为什么不撒盐呢？也有可能保护那个路面，撒盐很损害路面的。下雪天，所以我们在克里夫兰，哎呦，那些路面都是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，所以就是冬天撒盐就是损害那路面。现在它不撒是这样也好，因为下大雪大家也不出门，对吧？好的，
喜欢就点赞，我们再会。我另外一个视频是昨天开车出去，先生看雪景，教大家说英文，也看到我开车那种惊险的场面啊，请大家欣赏。哎呦，三辆车，好的，安全了，出行，拜拜。